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03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传世系列的末日毁灭小队组合死火，还有御风者。作为铜模改色的产品呢，我们直截了当的说，这两个家伙身上都有关节比较偏软的这种毛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死火的部分，由于它是用了先前传世系列的铁焊，也就是隔板的铜模改头雕，还有改颜色，所以它的一个车型呢，跟领袖之证里头的样子是完全不像的。不过我前天也提过了啊，传世系列是一个大乱斗宇宙啊，就像是饿狼传说或是龙虎之拳的人物到了 King of Fighter 里头啊，会有一些大幅度的修改是一样的。所以在还原度上面的话呢，我个人没有很计较，而且你单看这个车型的话，其实也是相当的扎实的一个手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细节表现，比方说车头上面的这个雨刷，还有透明的一个车窗啊，表现都是非常漂亮的。而这一款玩具多出来的就是一个锤子，只是说这个锤子的话呢，有点偷工减料啊，里头居然是空心的，这样锤下去的威力岂不是比较弱吗？其他的差别就是在它的一个车子的侧边多了他们一个末日小队的徽章。不过同时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狂派的标志啊，这两个派系是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吗？那么这个模具呢，相较于 Poké 来说，我觉得吧，它的轮胎的滚动性呢，即使是变形都到位的情况下，它单单轮子滚动性来讲，我觉得就不是很好啊。御风者呢是先前真皮的改颜色，改过颜色之后呢，因为它塑胶的灰色部分几乎都没有了，所以看上去的色彩会鲜艳的很多，而且它已经漆的涂装非常的多，附带的两个目标战士，如果在飞机状态下把它搭载在底盘，好像载着两个人，拖着两个尸体在天上进行一个攻击。很久以前，这个美赛亚这个电玩公司啊，有一个游戏叫做《超凶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啊？它就是有两个这个光头的一个大汉啊，阿顿跟索顿两个的话呢，会跟着主角呢一同在空中进行一个飞行。两个目标战士呢，除了变成枪之外呢，还能够以另外一种形态呢，跟这个飞机的部分呢做一个组合。我们以这一个两管枪的部分呢为下，单管枪呢为上，然后扣在靠近上侧的这个洞，然后把飞机后面的脚掌打开啊，这里面有一个缺口，缺口的话呢，就是跟这个缺口的话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咬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实现。将这个武器呢给拖在后面啊，这样子看上去的话呢，也是有一个不错的推进器的效果，而且这个后面整个是银色的感觉，会比真皮的这个一个黑一个紫这样看上去啊，配色可能会再舒服一点。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御风者的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这个武器从下面取下来啊，顺便提一下，它这个缺口这样插上去的一个变法呢，可以确保武器在组合上去之后呢不会乱转。那这枪形态，我们把它往下面折，就会恢复它人形的状态啊。那它的这个目标战士的这个部分，它是有一个盾牌的一个设计，左右两手是不对称的啊。那么另外一个人物呢，也是相同的一个变法，他自己的话呢还附带了一把小枪。而这个关于本体的变形的话就非常的简单了啊，首先的话呢，两腿的部分从这个地方掰下来，把它转正到后面，胸口的话呢给打开，胸口从这个地方用力的把它给掰开来，掰开之后的话呢可以把手臂翻出来，这里的话呢会翻出两个凸，头的话呢往后面翻，那这个部件的话呢稍微的可以往上推上去到这边啊，把这个凸给扣进去，后面的这个机翼的飞机的这个部分呢是飞机头往后面推，然后这个后面这个板是往下推啊，这个设计非常有趣，空间的利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创意啊。然后呢，两个这个部分叠下来啊，叠下来之后应该是这样子啊，一起扣上去，它一共会有四个左右，各两个凸这样子扣上去，然后把手臂自然放下就行了啊。那么这款玩具的膝盖啊，我手上这一款的膝盖是稍微有点偏软的，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这个御风者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那么示范一下这一款死火的变形过程，我们把这个后面的车顶盖给翻起来，车顶盖翻起来之后里面别有洞天，你可以看到它的武器可以完美的收纳在内部，那这个武器这个盾牌可以其实不用拆下来的，我们就把这个武器给拆下来，武器拆下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个武器扣上去之后呢，可以让这个腿部的话保持更好的一个密合度，让车尾的刚裂的情况几乎是消失掉。那我们变形的第一个步骤，从这个地方拉开，它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的啊。
这里解开之后呢，再把侧边油箱这个地方解开。所以说这个油箱的话呢，肩负到一个连接的一个任务，非常的重要啊。把这个腿给打直，这个脚的一个脚后跟给打开，透过这个球形关节旋转，把这个油箱呢给收进去啊。这个变形的设计本身还是比较简单好玩了啊。不过呢，我真的必须要说，这一款死火的一个整体的塑胶的感觉的话呢，我觉得吧，比这个铁汉呢 Bokeh 的话呢，真的是有明显的感觉变软了。再来的车头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两个轮胎这里往中间做个集中，然后呢这个地方直接往上挑，挑起来之后的话呢，手臂可以从中间把它给伸出来，两侧可以稍微打开一下，然后呢头顶盖这个地方压下去，把这个盖板呢收到这个车头，然后头的话呢往这里翻出来。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小调整，把这一个轮胎的部分的话呢往上面提一点，提上来之后的话呢，两只胳膊的话呢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给绕上来，绕上来之后到侧边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把它给转上来到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合并，这里把它给扣上。好的，扣上去之后的话呢，这个头的话呢可以从内部啊，把它往上面再挑多一点，它是稍微可以卡住一点点的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轮胎的部分呢就是直接的往上面推上来就行了，这里往下放啊，它是一个直角的造型。那最后中间的话呢，就是利用这里的一个多重的这个双动关节，这一片部件啊，主要这片部件要转到正前方来啊，这两个凸啊，我们现在需要它到这里，跟这个透明件里头的这里有两个洞，两个凹，从这个地方将它给扣上去。好，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死火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完成了啊。那它的这个炮肩炮的部分的话呢你要握在手上也可以，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话呢适合放在这个肩膀上面当一个肩炮。而锤子的话呢可以自然的拿在手上，这个锤子的这个铁球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打开然后这样子扣上去，这个跟 Bokeh 是一样。但是呢，我记得动画片里头它好像手是不会变形成这个大刺球的了啊，我记得是不会，所以我们这个刺球的话呢就暂时的先把它给拿下来。那最后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盾牌你要说是盾牌也可以了啊，你可以把它就是扣在后面啊，或者是你要把它变成盾牌，变成盾牌的话就是把它给整个这里反折啊，这里有凸跟凹，这样子把它给卡进去，然后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给这里往内推，好，制造出一个凸，然后呢这个就可以把它给扣在手臂上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死火的一个变形过程就算大功告成了。变形成机器人形态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欣赏一下它这一次的头雕，其实做得非常的好看，很帅气啊！头部的这个弧度的线条，还有这个金属的脸部的涂装，眼睛的话呢也是黄色。这个头雕我可以给到几乎是90分的高分的啊！那附带的锤子刚刚有跟各位吐槽过了，里头是一个空心的一个状态，整个关节的话呢就是有一种偏软的感觉啊，特别这一款的话是腰部有点松软了啊，手臂360度的转动。平举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腰转脚前后左右膝盖都能够踢，脚踝有很大的一个接地，本身这个模具呢并不差啊。那这个盾牌的话呢，你也可以考虑把它背在后面啊，这个刚刚已经给大家提过了。我们现在对比一下它跟 Bokeh 之间的差别，基本上就是多了一把锤子，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个铁刺弹的话呢是少了银漆的涂装，那么以头雕来讲的话呢就是完全的不同，那也是非常有趣啊，两个死敌的话呢居然使用了同样一个模具啊。御风者的配色呢虽然非常的单调，只有银色还有本来塑胶的两种成型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看上去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清爽啊，整个感觉很干净利落啊。整个玩具呢最大的空洞呢在脚的后面，两个目标战士的话呢全部都上了银漆，只有脸部的话呢还有黑色，这个家伙你为什么感觉有点像双子座的黄金圣斗士啊，这感觉瞬间感觉你好像是很厉害的家伙哎，对不对？那我们对比真鼻的话呢则是比较五花八门的配色，特别是它的目标战士啊，感觉这个配色似乎就是有点非常色彩缤纷的感觉了啊。
那两个做工来讲呢，还是真皮略胜一筹了啊。御风者只有在膝盖的部分呢稍稍软一点点，它的一个落差呢没有像丝货跟这个隔板差别那么样的大。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呢分享这一套末日毁灭小队的丝货还有御风者。啊，基本上就是两个改色的玩具。那如果说你冲着头雕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两个人物的脸都是算帅的了啊。那做工呢，虽然是有重涂玩具的一概的毛病，偏软偏松，但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啊。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喽，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